五一劳动节准备到来，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从四月中开始，一直到五月底举办劳动节一系列的活动。今日在市府举办记者会，向外来宣传。李会长也由市长委托授旗和新成立的安慰家族，期待更加多事业单位会当落实职业安全卫生。由市长委托授旗和新成立安慰家族，也望更加多事业单位会当落实职业安全卫生。上午劳工局在市府举办劳动节系列活动记者会。除了扭开一连串活动序幕，也强调市府将推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，保障劳工安全。五一劳动节对于劳工来讲，不仅是一个充分的休息、好好休息的日子，但更重要的是要一个强调公安的日子，也要强调劳动健康的日子。在公安的方面，我们希望说在职场的安全作业能够让公安事件的发生越来越降低，越来越少，因此而这个受伤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人越来越少，这样子是我们的目标。劳工局也参与十多个单位合作，推动优惠的活动，鼓励劳工朋友安排全家出去佚佗，纾解工作压力。我们就结合了，拜托我们辖区里面有21家的休闲企业，还有房屋住宿的部分、旅馆住宿的部分，大家先跟这五月份来跟大家打折，希望咱的工朋友平时啊在职场上打拼啊，能够也有休闲，能够施压啊，能够调剂心情啊，那大家休闲了，施展压力之后，各人都在职场先跟这位打拼。活动中也受惊。今年度职业安全卫生防灾防事辅导员，也望辅导员深入职业场所，协助事业单位和劳工朋友建立正确的职业场所防灾共识，提醒全民对减灾和职业场所安全的重视。记者苏英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